水，系。今日我来迄、那个咱这九龙宫啊，来咱参拜咱推广做呢吼，心情正叮当。过往呢来咱九龙宫，我总抱一个足欢喜的心情。对对对。来甲咱推广做开讲，但是我今日心情我欢喜袂起来，因为我透早。咱两通过电话嘛，哦，听讲咱九龙宫发生这个火灾，这是因为的迄个纵火，啊，加在这家属无崩起啦。啊，昨看迄影片，这边人啦，吵吵吵，足济人诶。啊，我感觉就是咱退工作伊的行为灵感，第一人员平安，啊，无即卖来讲暗时拜拜人较济，万一人员也有伤着，我相信退工作伊嘛无原因。对啦，所以伊嘛尽伊力量帮助遮来食泡面、食平安的遮个信众呢，会当平安无事来返去厝内厝内底，身体健康啊。因为咱今日这烧着，咱嘛是无法度啦。因为安那讲，咱嘛是第一时间要来救火，啊，唔过伊这就是火势太严了，是啊，真正无法度啊。啊，加在咱赵良江福气进行，真正行为光大啊。面顶烧架呢，伊的金架既然拢无受着顺着，还是下着总无。咱其实来讲，迄、那个咱的大火下架呢有吼，退工作起码都拢无下烧着，对，拢无烧着。伊温度较悬着。退工作呢，一定袂原谅这啦、因为咱这个场所呢，咱是予遮个信众呢来求平安呢，求事业的，求家庭平安呢。对啦，啊就反正就发生，咱就赶紧用上紧的速度来甲重新甲美化和水落安尼啦。对。啊无即马，大家要来拜拜的人，啊看到安尼，你看这非常的感觉真无好啦。即马即现场即要复原吼，其实讲无遮紧。未啦，咱会用上紧的速度来甲复原。安尼，注意你是毋是欢迎讲大家十方信众呢，共同付出你对咱迄个九龙宫推广做伊的热爱。咱过去受伊帮助的遮信众，会咱共同来等下咱九龙宫把咱推广做，可以再次呢都发挥，可以大显神威啊！大显神威，好不好？来甲遮甲伊唤醒，来甲重新来甲重建一下呢，甲用个水起来安尼吼。我讲你的爱心对即个咱华人大电台，连遮华人遮信众呢，伊嘛感受到咱退工作伊的行为，注意你的爱心，伊嘛今日特别交代我吼，啊摕红包啦，伊表示伊小小啊的敬意啦，啊希望吼咱九龙宫呢的退工作呢，会当吼赶紧较复原，互多较济人会当吼感受到咱九龙宫的行为、的行为、的灵感来注意。足欢喜的心情，我今日欢喜袂起来，因为透早我甲迄个主委通电话，他才讲咱九龙宫发生大火，但就请迄个咱九龙宫上届恩道的庙公呢，吼，可能讲下咱这个过程有甚物款，譬如讲有前兆，咱最近主委有感觉讲无啥对。咱们的身高就发震动，伊深深感受的，咱注意。哦，咱注意有感受的。咱囡仔讲，咱阵开机囡仔讲嘛。对对对。因为囡仔讲，其实讲咱台湾怎讲，行为灵感最厉害。啊，怎奈休假呢？我看这个应该无像是垃圾。哦，因为咱机会点是伫遮无唔对啊。机会叫咱大家，因为咱有影片。所以一切嘛是要等警方甲消防的监视报告出来为准，哦，咱才敢讲。啊，无其他的问题的时阵，无法度去正确吼，各位信徒一个正确的答案。啊，尾来就是我都看我的车，应该是搁烧过一款。哎，咱面顶本来是有求必应，有求必应，迄个变了。变，对对对，即块真久啊。伊的下个插板柜都会起来，应该是温度真高。嘿，这温度拢真高，因为这拢是放垃圾。昨天你值班？我刚下班，然后就是换我哥哥，就是换组委来接班的时候，就发生大火。就是你刚好要下班，因为你下班时间大概我记得好像是两点。对，差不多。两点，然后你要跟组委交班，然后刚好就发生大火。对，就是回去之后马上通知说这边发生大火。因为我看那时候我影片没看到组委有要反正要冲上来。有他有冲上来，就是本来这边还有两个那个点枪的，这瓦斯桶幸好那时候没有爆炸。对，没有，已经有移到那边去，因为我们就是组委怕爆炸，搬过去那边，避免有爆炸的危险这样。对，那当时您可以慢慢叙述当时发生的过程，你看到的。当时哦，当时其实是一开始是有乡客反映说这边有微微的那个火光，那个主委他们要上来扑扑火的时候已经越来越大了，已经到了没办法灭的状况啊，然后所以就打电话给消防局，
通知说要来灭火这样。消防车有办法进来这边吗？没有，他就在停在外面，然后拉水线进来。对对对。可是我们纳闷就是，其实当时哈，我们现场大概最多就是蜡烛而已。对。可是你看到造成这样子，他目前没办法知道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一场火灾。因为我们现在闻也没有那种汽油味，没有，因为也不像是人家泼汽油，但是呢，居然有办法温度烧到这么高，然后呢，把它烧到都几乎全了毁。对，董事长，我告诉你，补了财库，买了龙宫设立，有助于你还阴债。我举例说明，您就会懂了。还了阴债，你就会发现装满金银财宝的金库。这时候的你需要龙宫设立来打开金库。买过龙宫设立的粉丝呢，都知道买了龙宫设立后，财运会顺很多，也没有出现破财漏财的情况。打开金库的前提是要拥有一块龙宫设立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要想延续不断的财运，一定要行善积德，广植福田，不然还是会财来财去一场空。加董事长我的 LINE 两个小 A 591666，两个小 A 591666，让我帮你把金山银山通通带回家。可是我觉得啦哈，慈龙宫的退宫老祖哈平安，里面三尊都很对，很平安哦。对，而且有没有就被水泼到？连他的胡须也没有烧到，都没有烧到哦。而且相对救火都喷水，他也没有全湿，没有都没有湿。可是他旁边那些木质那些全部烧掉了。对，所以你说有没有神机？你单单看这个就可以了解了。而且我早上就听主委讲说，我们那尊开机的阴阿公，他在大火前他就有震动，他那时候就感受到，哎，是不是阴阿公要跟我们讲？但是他当时也没有领悟到，结果隔天就发生这个大火。而且他那一天，他平常都会两点多过来，然后他那一天其实就一点多就已经到达这边了。真的，我可以当证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常常三更半夜来找他聊天，那个主委的习惯有可能会两点半就过来，因为他太累了，他白天还要跑摊，晚上还要值夜班。我全世界没有看到这么认真的主委。庙庆啊，他要去跑，他跑完白天庙庆不是回家睡大头觉，欸，晚上还要继续来这边上班，欸，他那天很神奇啦，他一点多就来了。对，所以主委其实他心里可能也有应该是跟 KPIC 上心中不安，然后他就过来了。然后我带你看一支签全部都烧掉，只剩下那支签。全部的签都烧掉，只剩下那一支签。你觉得这支签算是一支好签啊？必然遇贵人，然后呢，宽心且守宽心，必然遇贵人，必然遇得贵人祝福。我觉得这个是神明护佑，而且这么多支签，只剩下这一支签没有烧掉。这是土地公老祖给大家的一段话，叫大家不用担心，卖烦恼啦。退工作呢，既然有办法度过这一关，相信他日后会更大显神威，来帮助更多的人。重火吗？目前还在调查中。仪式哈，有点智慧的人，卖用卡拉乌的什么杂工。这也会烧成这样子，但是呢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的话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交由那个县市小组来做那个说明。我听主委讲，警察局的局长也有来。好的。他说他有信心可以破案。我是鼓励啦，就是如果是真的有纵火的话，恳请这纵火人员哈，自己去投案。相信土地公老祖也会原谅他的，但是你要自己敢做敢当去破案。大家都问差不多，会不会是蜡烛烧起来？我们请专业的来回答。你在这边几年了？我大概三四年，不过这个已经点好几十年了，但是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过。对，第一次。蜡烛再怎么烧也不可能烧成这样子。对啊，而且这个北提来呢，怎么可能烧成这样子？之前打翻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子。之前也发生打翻，因为有时候人家捐献那个蜡烛，啊，不小心。对，有人就是可能擦枪不小心就撞到蜡烛，就掉下来，但是从来没有燃烧过。这个就只是会熄掉，就直接熄掉，不会说。这根本就是专业级的嘛，这不是专业的没办法做成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很神奇，土地公老祖他那间别墅好好的，我觉得到时候呢，我们再把它重新粉刷过之后呢，我相信。土地公老祖呢，会再度发展他的神威，让更多人可以什么有求必应。那欢迎十方信众呢，哈，大家一起来哈，捐给我们慈荣宫的管理委员会，让管理委员会有钱，可以让后面土地公再次发光发热。你捐一块钱，我们也很感谢你。
捐十块钱，我们也很感谢你。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哈。董事长，我不是刻意想成为谁的光，我只是期望提供的那一点点帮助，可以让小天使多点生存的可能与希望。只要有人需要帮忙，我们都要伸出援手，为世界上更多阴暗的角落注入良善的光芒。善良其实很简单，一个拥抱也可以是一个温暖的眼神。只要愿意关照社会需要协助的地方，我们就能让别人的生存多一点希望。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董事长带头玩，从善的起点，用同理心看世界。这一尊南昆生万善也是开机的哈，这尊从来没有出门的。在火灾的前一天，它发生了震动，然后呢，晚上主委又做梦，梦到说这个开机的伊娜公要跟着我回公司，因为每次伊娜公跟我回公司呢，他都是想要帮助我，让我生意可以生意兴隆，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。我相信这一次战无不胜的伊娜公会来我公司，应该是希望我要帮助更多的小天使，因为伊娜公是伊娜神，伊娜公也最爱小孩。那我希望大家呢有空可以来慈荣宫，然后来把你对土地公老祖的爱用实际行动把它捐献出来。那我们慈荣宫这边庙方呢会开收据给你，会这样开收据给你哈，感谢您的爱心。那那个上面那个土地公会请下来吗？等一下就请下来了，因为要先把现场先清一下，才把它移出来。那其中有一尊开机的土地公爷爷呢哈，之前有去我公司，那一尊土地公爷爷呢，经过昨天消防队的抢救，也都没有被火烧到啦，或被水冲泡到，他一样是平平安，没有事情的。所以证明就是土地公老祖跟我们南昆生的阴阳公呢，是神威显赫的。龙宫设立是改变人生的钥匙，你拥有了吗？龙宫设立磁场强大，如果你带来会头晕、恶心、酸痛、噩梦，都是开始改变你磁场的现象。龙宫设立很神奇，能随着每个人的气场不同而调整，如量身定做般为你打造专属的磁场，专属于你的防护。这就是龙宫设立迷人之处。初期佩戴一些不适的症状，不要怕，你只是一时不太能适应太强的磁场，不舒服呢就拿下来休息一下，反复几次呢，慢慢就能适应了。如果体质敏感，一开始感受能量太强，睡不着，请再多给一点时间。通常佩戴后呢，睡不着的人很少，睡到流口水的反而比较多。全家大小驱邪避凶护身，居家外出常备，提升小孩专注力，让小孩聪明乖巧有人缘，改善风水磁场接福气，也是一个送给家人最好的礼物。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 两个小 A 591666，两个小 A 591666，让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迎风送雄，我要发财。99%的人都不知道，龙宫设立可以招财，有财无库难大富，万事白忙碌，有钱存不住。想要迎富送雄，让宇宙四面八方的财都吸到你的财库。三星四星天天中，你能行善天下，就能有求必应。想要购买的朋友，麻烦您加我的 LINE 两个小 A 591666，两个小 A 591666，让我帮你把好运财运通通带回家。